多謝 Wally。今晚我哋喺倫敦嘅 Royal Albert Hall 呢一度，就做一個我嘅新歌嘅 preview。為咗等大家更加好咁樣感受 Wally 嘅呢一份心意，我特登叫我哋嘅製作組陣間將歌詞打喺大銀幕上面。呢一首歌，我喺寫嘅時候係一種好強烈嘅孤獨感俾自己，因為我覺得喺呢幾年嘅疫情啦，成個世界啊，包括我哋生活周遭嘅環境嘅轉變入邊，我成日都會有種當我睇住啲新聞，我都唞唔到氣嘅感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咁於是我就將呢首歌嘅 demo 將佢 name 咗做 Goodbye。因為我想同呢種感覺，同呢種好唔中意嘅無力感去 say goodbye。去到 Wally 手上，佢總係可以將一啲 negative 嘅嘢，將我靈口中所講嘅一把塵埃，佢總可以開出花來。佢將呢首歌，將呢個旋律寫咗黃色大門嘅呢一個番外篇，甚至乎係一個進階嘅版本。呢首歌係關於共鳴嘅。是關於人同人之間的 frequency， 究竟我同你 click 唔 click 到呢？我諗到嘅嘢，我睇到嘅嗰個畫面，你睇唔睇到啊？如果睇到嘅話，不如大家一起去建造，去整靚啲我哋見到嘅呢個畫面啦，好嗎？人敢再闯下，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学到吗？Thank you.
送给大家这一首隐形游乐场，希望大家会支持我。 Thank you。今年我会全力咁样去写歌，去做好自己嘅歌。好希望我哋今晚现场咁多位观众喺年底颁奖礼嘅时候都可以投我一票。唔趁呢啲时间拉票就真系嘥咗啦！多谢大家。我喺度预先多谢大家投隐形游乐场一票，多谢。希望借大家双手再次多谢 Wyman 俾我呢份礼物，多谢。哇，好紧张，唱新歌真系。喜唔喜欢啊？喜欢。